今年37岁，模特出身的谢冬娜如今已经身为人母，以女为乐，加上商人的身份，让她的生活并不完全笼罩在镁光灯下。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，她也相当满意。从世界超模转型为地产商人的谢冬娜，虽然现在很少在镜头前露面，但做慈善却是一点也不落人后，在我们身上来说是微薄之力，但她给他们一种很大的帮助。娱乐新天地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报道。